好拍针，勾落去，再嚟打爆你个头，打你个小人头，打你游戏冇掟头，碌个死仔，唔系要跳啊，白痴！好，勾落去，补血，打你个头嚟补血，再督，又有走啦，佢应该会开始黐线，游击战术。好，喂嗱，佢翻身啦，李鱼翻身，等咯，等咯，好啊，鳄居仔，鳄居仔插爆你个头，再捅追击，然后呢、这个时候穷寇莫追。好过嚟啊，过嚟啊，好，跟住佢又会喺度咩啦？哇，死仔包六屈黐线，好拍针，好嘅，拗完一次你就一定要打啦。哇，佢鲤鱼翻身走啊，屈黐线啊，起身啦、啊，连拍针，连拍两支，因为佢又会 call 拗落去，走啊，黐线，太贪心。好，佢又走咯，走去边啊？又消失啦，条友。仲有十支药，不多不多，多负灾。佢仲有啲咩新支？哇！有时好难避喂，拍啊！睇唔到个天气，避，再避。好，避得靓啊！打你个头，斩爆你！喂，黐线你，喂，鲤鱼翻身走啊！好，拍个字，好，捅落去，走，系啊，再捅，哇，扣极少嘅，好似一击就要逃脱啊！好。嚟得靓啊！再入去，吉落去，吉落去，打佢身扣多好多。好，而家唔应该对住个头，勾落去。好，走啊！佢鲤鱼翻身，再碌。好嚟啦，跟住又再摄入去，绕一个圈，勾落去。哇！死仔啊！拍针，仲有五支嘅啫。好，勾落去，走啊！喂，只咁多咗下，佢就死啊！好，碌碌啊，靓波，一滴都冇事。好，直接入，哇，死仔包，喂，救命啊！喐啊！好贱噶，佢引我入去，又鲤鱼翻身出啦，好机会到啊，勾落去，勾落去，仲唔死？死啊！佢契弟，以龙杀畜生，哼哼，废物！我都话我要收工嘅话，根本就冇可能搞得掂我啊，垃圾仔！好，表演完毕啦，轻轻松松解决呢个垃圾废柴。我一定系几次之后就都话我要执翻条尸喎。虽然话唔系话好多钱，但系呢个我嘅专有意识，执翻自己条骨，轻轻松松啦。你哋仲话咩咩咩咁嘅进度要玩几耐？呢啲咁嘅大佬杀两杀得死。波耶波罗蜜，诶、个小姐喎，可唔可以同佢行礼？沟佢？咩事啊？哦，识嘅月亮喎，就系、是、你哋讲嘅血月。咩怀孕啊？佢咩血月？咩咩神子？哇！个月亮砸埋嚟，砸死个主角。嘤嘤嘤。
但系你冇重视形式嘅猎人所带系冇知，有些猎人注重形象，他们使用罗文手杖啊高见一般，对佢哋来说咧，形式嘅美同正义都系人性嘅基本精华。猎人咧亦都因为刺马近啊，随处可见嘅小石头可以用嚟投掷敌人，相当令人兴奋。即系啱啱，所以点解要戴礼帽又系咁嘅意思？佢话同埋用棍，歌词的佢一 set 咁啊，佢因为咧。猎人咧就系正义样都系一样嘅精华，人类嘅精华，衣着、外表啊，同埋咩都系呢啲，所有嘢都系猎人好重要。以解除仪式的秘密，寻找梦魇之子，咁样系一个任务提示。上面嗰个系咩嚟啊？呢只乜鬼嘢嚟？戆居啊？吓、啊？嗰嚿系乜东东啊，大佬？吓、啊？喂，呢只有咪怼冧佢？系咪吓？呢只嘢九成要打啦，古古怪怪。猎人基本都系黐孖筋嘅，讲嘢快唔系咁样讲噶，咁咪点讲啊？巨人月仪式咧，召唤月神嘅仪式，然后通过磁带将受祝福的婴儿变成新的月神。这 game 的主线得四成 boss 打，其余六成的 boss 都是副线度。在门前故意被他捉，之后会打一次的。好啊。咁啊，而家点啊？而家差唔多啦，今日都有冇地方咩？嗰啲咩点灯？呢个咩大？呢个系咩地区嚟啊？教堂？我教堂系咁嘅咩？呢个大教堂定大教堂区？我有嘢执喎，我就想要翻去咩雅兰中心，我想翻旺角歇一歇，就系咁简单。呢个系咪会俾佢捉嘅？一企上去就唔知道去咗边度。咁点啊？冇得休息噶，就喺呢度系嘛？呢度冇方法有登翻去啊！冇啊，就喺呢度完啦。听日再继续。我听啲声怪怪地，要古灵精怪。啊，冇啊，冇啊，喺度停啦，系咁啦。望住嗰只契弟，嗰只嘢会喺度耳吟吟，你听唔听到？在这里完了就这样了。看不到一只东西喎，看到啊。落去有灯，行前啲开埋捷径先。是但啦，喺呢度都得嘅，听日再搞啦，差唔多啦。大教堂门口转左咧，就会嚟到呢度。咁咧，今日咧就系一位叫做占土王写嘅潮文。咁咧，佢写咩咧？就系咁嘅。识拣女朋友咧，定拣咧好似达叔咁样嘅？点解咧？是咁的，我相信咧，达哥咧，如果系一个女性，一定咧会有好多人追，更加系一个女神。首先，佢样酷似木村拓哉、李云迪、蔡思贝。木村系边个？大家都知啦，唔使讲。李云迪都系一个靓仔，而蔡思贝又港姐亚军。但系达哥更胜一筹嘅地方咧，就系佢好白，而且拥有42寸长腿，又瘦，一啲肥肉都冇。睇下佢块面，嘴唇厚厚地。异常性感，仲有眼大大同埋冇近视添，鼻又靓，除咗系飞机场之外咧，其他身体部分咧都系无可挑剔嘅。其次啦，讲下达哥嘅兴趣先。达哥嘅兴趣咧，相信大家都知啊，就系打机啦。如果男人咧一生咧就为咗搵个陪佢打机嘅女朋友咧，但事实上唔系话搵人陪男朋友打机啦，啊，连接受男朋友打机嘅女仔都唔多。但达叔咧会识踢 FIFA、玩 Far Cry、ACU、Bloodborne、Outlast 等等游戏。重点系达叔会成日卡关，咁咧就唔会俾男仔觉得自己女朋友打机劲过佢，仲可以喺达叔卡关嘅时候指导下佢，摸佢手仔揿掣、揿钟啊，唔系揿键盘、揿滑鼠，嗰啲达叔嘅肉手咧，系男仔都会想摸啊！拍拖可以简简单单一齐玩 FIFA 打机，
即系嗰阿达叔嘅知识啊，精通多多国语言，而且咧识睇足球、篮球等嘅运动，比而家啲港女唔系话442啊、433啲阵式啊，佢哋分分钟连越位都唔知系咩。阿叔成日睇新闻，紧贴时事相比之下咧，而家啲港女啊唔知啊，连日本首相系边个都未必知。因为大叔拍拖嘅话，一定可以交流好多资讯，不单止增进双方嘅爱情，而且可以增加自己嘅知识量。唉，可惜大叔系男人啦、啊，请问大叔有冇兴趣做变性手术？如果大叔系女人嘅话，一定全力去追佢。咁今日咧就差唔多啦，啊，我哋咧明天再继续不播，系咁先，明天见，完。